那中间过程当中，我的工作就是我也有去上课，就是我去练的时候，有刚好有机会可以去上其他国际组织所开的课，这样还多钱多好，就是就哇，好棒哦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做，就是讲小孩的小孩就会来啊，就是一样的事情，但是是对象是幼稚园的小孩。那他们幼稚学校里面不是幼稚园，对不起，是那个一年级，就是那个 primary school 的小孩，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天，garden school， 就是 work for 那个粮食组织也有在推这件事情，就在学校里面有自己的菜园，跟台湾一样，但是他们做的很早，只是都成效不彰，那但是这几年做的蛮，就是也变好了。然后反正大家没事做啊，他们在那边，然后就跟他们就大家开始踢，就打排球。然后反正小孩就哭嘛。然后做完之后就是我工作，就是每天就是无止境的，就是要看一些东西，然后跟自己人聊什么的。然后弄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正式教妈妈怎么做豆浆，就做豆腐。然后这就是开始做，就是刚刚那是流程嘛，就是煮豆浆啊。然后这次没有用火箭炉，不急。然后做豆腐，他们其实吃到豆腐有点惊讶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吃，然后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吃吗？就是豆腐其实是熟的嘛，他们觉得啊，这样可以吃吗？然后我们就试给他看啊，然后因为他们就是他们觉得这样没味道啊，然后我说那你鱼露拿来，我就沾着鱼露吃，然后说你吃超好吃，然后说哎鱼露好吃，然后就开始从沾鱼露就开始吃的。这还蛮有趣的。然后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开始做豆浆，然后送豆在村庄里面送豆浆。因为我们刚刚有说过，就是我们用 GPS 定位去定位那个路线嘛，所以弄出来之后，反正就是一切安排了，然后就做这件事。然后就因为我们想说要吸引小孩来啊，至少要看他们懂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然后什么，因为我们还有放那个丢什么丢丢档啊，我忘记了。应该是吧，就是这首歌，然后当做那个音，就是跟垃圾车意思一样，就是你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垃圾车来，然后你知道这个时候，你就知道那豆浆来，然后你就知道自己要出来喝了这样。然后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最后来说，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对啊，就这些，然后就小孩，我们到哪里的时候他就出来啊，然后就自己拿自己的杯子，我们希望他自己拿自己的杯子，可是我们会看一下干不干净啊这样。其次大概就250毫升，那其实我们已经算要有名字的，就是名条，就是反正就是要有一张卡，然后来，因为其实这是要付钱的，可是我们是用他负担得起的价钱，我们定1000块就是 real 这样子，绝对是可以负担得起的价钱去买这件事，不希望它是一个无偿的。那当然前提有前提是，如果是低收入户，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家庭，我们当然是免费给的。就是有不同的条件状况，哎，大家觉得我很白，其实我在那边有时候就是这样包着，所以可以很白。然后就跟他们解释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大家就结束，觉得还没有去。然后后来我们去，后来上一次去就是有去做各种不同的东西，在那个 healthcare center 就是医院里面。给提供给，就是我们希望医护人员也可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然后我们也希望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，他们也可以做吃豆花，里面加绿豆，因为他们喜欢吃绿豆，然后甜甜的，然后好吧，你喜欢吃绿豆，那我们就自己吃，那混在一起可以吧？然后还有做饼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还有做那个就是忘记他们是用什么鱼露吧，还是什么豆浆，反正就是刚刚说用那个去煮，然后加在那个饼跟饼一起吃，跟豆渣饼，对，然后这就是我们一起去的地方，就还蛮有趣的，因为人其实都对我们很好很友善。这个是很年轻的医师 Ken， 他们如果要考医师执照花非常非常多钱，如果你没有花大钱的话，你是考不到的，等于是说那张除了就是你要去买到，那其实很。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式医师，但是他几乎都不来医院，但是他就是领薪水，他在旁边开一家诊所，这是很常见的，而且没有非常常见的，我也知道，那都是他这个年轻的在做到死哦，就是他真是所有，就是真是所有的找他，然后他都就这样子摆烂，然后但是我们来说他就来了，但是我也知道，他这是院长，他们的院长其实不是医生，不是医生。然后，对啊，这就是最主要医院里面的这三个人。
就还蛮有趣的。他就是 Ken 会讲一点中文，他爸爸他本来就是华人，很有趣。不急，是不是结束了？对啊，这就是我们在那边的工作，就大概的状况是这样。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云端这些工作人员一定觉得他们是苦行僧啊，然后每天要穷穷啊，做破烂啊，然后就是像那样的形象。可是我觉得还是一个人就是应该要有生活，要不然这件事做不久嘛。对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这是我心里面的东西，大家很好奇让我们带每次就是带什么东西。这是我心里，就是我们那时候要做 app 嘛，我们有手机要去试，也有开始建构，开始说我们要去试，那是我木来的，对 ，FCC， 员工还蛮大方送我们，然后有一些这个是儿童使用的餐具，那时候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一起来，所以有准备几套那个小朋友可以用的刀子，然后名片啊，然后湿纸巾啊，防蚊液啊，然后药啊之类的，然后我听的啊书啊就这样，然后这全部是送别人的，就是没有。大概那个绿抹茶是我的吧，这真的都是送人。然后里面这我记得里面还是一个大芒果，我每次偷渡芒果是送人，送我的堂嫂，可能他超爱芒果，然后爱我芒果超大的啊。然后他每就是他的手哇好大好甜哦。然后我想哦好，那我偷每次去的时候都偷渡一两颗给他呢。然后这些全部都是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，因为每次我买礼物的时候，我的同事都会说你干嘛买那么贵的东西送呢？可是其实我都是花着我自己的钱，我没有花就是计划的钱。然后其实我刚刚大家看我送村长，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对他感谢，其实我也都是送跟别人一样的东西，我不会因为他是村长他不知道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就随便送他，没有。其实我会送，就是我喜欢，比如说我喜欢吃快，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好的东西，我喜欢的东西我就会送他们。所以像村长我会送，就是一样是那个有趣的东西。像李平上不是有出那个龟吗？平安龟，但那个饼是绿豆做的，然后他们喜欢吃绿豆嘛，因为很甜甜的，然后就会送那个东西给他们吃，这样。所以这全部都是送人的，只有抹茶饼干是我的，其他不是我的。然后那时候，我待很久的时候，就比如说我堂姐来做豆那个灶的时候，就会来煲鸡品，就是他我喜欢吃那个小泡芙啊，泡面啊，就是他们就会带这些东西来给我。那时候好像是中秋节，所以他带月饼来给我，就是那个凤梨酥啊。然后那里在那里，其实我会看报纸啊，就是我等到如果当天没有进村庄，我要做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去，就是我的固定，或是礼拜天没有人跟我工作的时候，我就去固定就是去喝咖啡、喝看报纸这样。然后这就是台湾有关的新闻，就是被抓毒品啊。然后那个人口贩卖啊，是真的。有一次我就被去的时候，那个我扛上面说，哎，你们最近就是我刚去的时候被，就是哎，你们台湾最近好像有几个人被抓，然后什么，就见到我第一句话讲这些，有点尴尬。然后，对啊，这个就是大概一些相关的新闻。其实，在柬埔寨的，其实柬埔寨的国际新闻非常非常的丰富。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的东协的一些新杂志，比如说 ASIN 啊，每一期但是好像记得是一个礼拜出一次吧。其实里面有非常多丰富的讯息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其实可以去多去看。比如说他们去比较多这几个，就是大家看得到吗？我点进去好了。比如说他们去比较柬埔寨的存款率啊，多少比率有存钱啊。AC 虽然是很讲商业杂志，可是它可以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现状跟状态啦。然后就可以说哦，那个银行有多少贷款啊，有多少就申请贷款这样子，就是这几个国家，泰国、寮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就 AC 这几个国家。然后柬埔寨目前有合作金库跟那个国泰世华，台湾的过去了。哦，对，海地银行。然后那个就是在路上看到，就是他们会用那个当做那个点滴架，其实还蛮聪明。然后这个是医院外面的小吃摊贩的炒泡面，很好吃。我会吃。然后大家跟因为我去超市就看到说那个香精，其实对啊，你看这里都有香精，所以其实
对，你可能去过知道这些。然后他们碰到他们选举，那这个是反对党 Racing， 就是那个威廉他们这个男演员，就是 Soka， 就是反对党的那个党的选举的时候的状态，跟以前很像，就很像我们哈换比较容易解释是一个国民党一个民进党这样子。那这个就是可能民进党，他可能就是一个反对党出身的，然后这个是执政党，你可以看见这很像是动员的，然后这个就是那种随便自己骑摩托车上路的那种，然后就是这样状态，很有趣，还蛮有趣。然后觉得这张照片，就是看到这两个小孩其实有点哀伤，不是，就是这两个小孩在捡资源回收，然后执政党的人在做政治选举的造势，那真的是。然后他们选举的时候，选举是有没有选举，就是有那个怎么讲，他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墨水嘛，就伸进去代表很难洗掉哦，他们可能两三个礼拜或一个月还会洗掉哦。然后你知道他们就这样，有那个之后就我说你这到底什么东西，然后他们说他也不知道，就是墨水。我说墨水怎么会一个月还洗得掉，真的。然后他们就是弄完之后就会这样子，都如果有去投票就一定要带这个，就这样很有趣。然后在那边其实也会生病，大家不要觉得不会生病，我还是有生病，就某一次就可能觉得自己快死掉的感觉，然后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疟疾。然后你看，其实我也没有去国际医院，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啦，就是抽血检查嘛，因为我相信这里疟疾检查应该比台湾的医院检查还要厉害，因为很常见。所以那时候我的旁边是一个内科医师，他就叫我去他的朋友那里抽血，然后我说哦好，反正他说可以，我就觉得可以，我就去了，就在这边，然后我就等他，然后我写完，他抽血就这样子，抽一张$15吧，检查一次，然后这我不知道有没有是医疗相关人啦、啊，这个很有趣，就是我朋友提醒我的，因为他们其实是法国殖民，所以医疗系统其实是法国体系的。但是在这个检验单上有法文跟英文一起或者用，对，你看哦，这个就是我觉得有些字没有，是哪里啊？啊？哦，年纪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像这个就不是英文啦、啊，对。但是就我去检测，你像 negative 上面就是对，这样很有趣的。那就是检查生病，然后那边有没有很我觉得很漂亮很美的东西，就是是现代化的传统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现代中国风的那种感觉，但现代柬埔寨风，他们大给就叫大给啊，就是好，我的声音其实还蛮像他们会叫的声音，我很会学他叫。然后那时候就蛮好的，就是我不要，然后就是。它就是其实这是很漂亮的系统，这是棉做，然后是手工缝的，就是完全是手工制的缝的产品。然后在欧美航空，他们这个组织其实是一个 NGO 在妇女做，在柬埔寨、越南边境都有在做这件事，在柬埔寨在越南比较多，但是在边境都做这个手工妇女手工做，其实超美的，超厉害的。Quality control 超级，其实真的很漂亮，然后他们做的产品真的很不错。然后你看在当地那个名字，我们有这个不是也是柳青的手臂带，然后上面就手臂带嘛，塑胶手臂带，然后我还看过金城武，就是理发店然后放金城武照片，蛮有趣的，就是有趣。然后我的吃好大吃来，我非常爱吃，所以就是他们的烤鸡超好吃，就是无敌超。我工作的那个区就是以产那个这烤鸡闻名，有一个市场专门卖烤鸡，大概有6-7摊吧，超好吃。下次来我们带你吃，超好吃，我都要流口水了。然后我工作的那村庄就是产米线，就有的村庄产米线，米线在那做的蛮有趣，这就是米啊，米就是磨之后它变成就是这个过程啊，就是。可是看那个状态，大家可能就不会敢吃了。就是那个浆弄下去之后，下面有洞嘛，它就直接那个弄下去，就是变成一条一条的米线。然后米线完之后，就放到水里面开始煮。然后那个要压下去，给他看，就是这样压下去。然后弄完之后，它就可以卷卷卷卷一坨一坨这样卖，就可以吃。
然后其实你看，就是我从，就我忘记从今天去仙里还是从今天仙里到今天的那时候的那个样子，就是那个反正整路就是那个灰尘，就是出去就从那一趟脸擦下来，觉得是一层黄的，然后头发洗下全部都是黄水的那种。这是今天的夜景，有夜景哦，有夜景哦，大家。这就是夜景，很有趣。好，我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了，没有什么。那差不多了吧？对。哎，刚好哎。对。感谢大家。